はい、ゲストルーム1です。はい、こういうゲストルームです。所以这个是呢，这个社区给这个社区的朋友住的这个客房啊，就是呢，如果这个社区居民你们家有这个朋友来住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住到这个客房。好，这个是他们的浴室，浴室。好，然后呢，房间就长这样。好，看出去是长这样子。可以。好，所以这是客厅，这是客厅。刚刚的卧室。好，日本呢都是用这种吸顶灯，好，这个都是日本，他们居家呢几乎都是现在都是这种吸顶灯，好，这样一个晚上大约日币2500，2500日币，好，这样子，所以入口刚刚我们从这个门进来的，就是它的入口，guest room です。